就读立升国小三年级，他曾经通过英国皇家钢琴检定一级。今天要为我们演出的曲目是《刺激》，我们掌声欢迎。检定的小朋友，我们现在要给他表扬他们，上来给他们一个颁奖。所以接下来我把主持棒交给小珍老师来颁奖哦。好，我们现在先来颁发，去年，应该是今年，属于今年通过英国皇家国际性的检定，在这一场有五位学生，我们先请这五位学生出场。第一位就是尤冠仪，然后他哥哥尤彦凯、林中阳、谢元成，还有一位范淑瑜，来，请往前站，我们接受表扬哈。来，林中阳、范淑瑜、尤彦凯、谢元成，好，敲到名字请